糟糕了，这个没有计时哎，要三分钟吗？你说什么？这个也要三分钟吗？没关系，这个不用三分钟，因为它，它，你看它那么硬，就是要给它捞到一个程度。你时间可以吗？外面天黑了吗？你的时间可以了吗？现在几点？这里看不到哎。哦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那个六点了。那你们是当天来回今天？没有，今天睡在台上。好，停了吧。停了。停。